我们是 CS 小豆豆，我们组人有蔡一姐姐、一家独立楼、小玉红女、蔡慧丹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蜜蜂不见了。告诉你们，爱因斯坦他曾经说，如果蜜蜂从这个世界消失的话，人类只剩下4年的光阴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等一下听我们的介绍，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了，蜜蜂有多重要。现在人类现实利用的植物中有超过1000种，都是需要用蜜蜂来传授花粉。所以如果蜜蜂消失了，很多农业就会没办法繁衍，然后就有可能那个农作物还有草料就会消失减少，然后就会间接影响到动物的生存，然后也有可能会造成食物短缺。然后蜜蜂每天都会勤劳的传